五号信封标准尺寸。五号信封的规格是220×110毫米，极长220毫米，宽110毫米。信封一般是指人们用于邮递信件、保守信件内容的一种交流文件信息的袋状包装。信封一般做成长方形的纸袋。信封的格式包括：在信封的第一行写收信人的地址，字迹要工整，地名要详细，写地名要由省、市、县、一直写到区，结合门牌号码。如果是给农村写信，还要写上乡名和村名。信封的左上角画着六个方格，应在里面填上收信人的邮政编码。在信封的第二行中间写收信人的姓名。在信封的第三行写上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。应在信封的右下角填上寄信人的邮政编码。信件万一出现投递困难的情况，邮局可以凭借这些信息迅速地把信退还给寄信人。